欢迎来到《斗阵特工2》，拍手！引来三只新英雄啊，一坦一补一输出。右边是战斗通行证，左边是新的 PVP， 拍手！好爽好爽，这个音乐。我们直接开那个战斗通行证看一下。战斗通行证来看一下哦，免费开放，对，这是免费的战斗通行证。然后升等拿挑战，打挑战，然后获取经验值，跟 FS 一样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我以为是就是累积经验值算的，结果是还是要完成挑战，然后升级至特级，就是应该是最后吧，最后的通行证。然后会有个特别的东西，一些传说的造型或者是其他东西，等下看就知道了。然后显示教学模式是什么？哦 ，OK， 一第一季62天，好不好？一季62天，然后战斗通行证能让你透过进行游戏来获得奖励，可以。这也是英雄进度哦，好啊，特级是比较贵，不是比较贵，就是要花钱的通行证啦，好不好？免费的就是你打到就可以拿到。好，英雄轨迹，这是轨迹，有免费的，你只要打这个就可以马上拿到，这个应该不用多说。特级的就是有花钱才可以，然后通行证应该是300块，我们等一下看。升级你的战斗通行证，对，就是花钱。好，我们来先看一下升级要多少钱。2200加20等，这个好像很多很多通行证都这样搞。好，1000嘛，对，1000，然后1000是大概多少？我们看一下，你是否确认购买？我没钱。1000是312，因为现在美金涨价了，好不好？美金比较贵了，所以变贵了。我以为只要299之类的，好不好？结果要312，刚好十美对应现在美金31块啊，31块。OK， 好。然后只要买的话就可以获得这四个奖项，还有 XP boost 的干嘛？20%经验，所以一样是玩完打完一局也是有经验，是不是？20%经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东西哦。这是人物头像，名牌。OK， 名牌，名牌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在哪里？三个辅助，抱歉，抱歉，献丑啦。然后你还可以变更强，声音、动作，免费的。动作，哎，造型都搬过来了。我在一代的时候买的企鹅都搬过来，然后喷漆、机械脑，这个是纪念品哦，二代新加的。总得有人为大家挺身而出。声音、造型 ，OK， 这个造型史诗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哎 ，OK， 樱花特写镜头，哎，免费的哦。我们把东西都看一看，胜利姿势可以可以。DJ Diva 怎么没有 DJ Diva 的造型啊？或许我们只存在于逝去之人的记忆里。哎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特级的，我以为这是那个，哎，你买那个组合包就可以了。好 ，Icon 喷漆纪念品，纪念品应该是武器吊饰吧。胜利之势，可以。等你看到我骑的摩托车就知道了。物质，表情动作，我的巴蒂斯特。可以喷漆。哎呦，猫咪耶，猫咪名牌。谨慎行事，这场仗要打很久。OK， 造型普通。等一下，这是谁？
啊，这是索杰恩，我以为是邦加罗尔。我想说怎么会出现一个我很熟悉的人，可是斗阵好像没出现过。原来是索杰恩。哦，特写镜头。OK。森林是我的地盘。小兔兔钥匙，哎，武器吊饰叫武器吊饰，哎，所以纪念品又是别的东西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纪念品是什么好了。森林之士喷漆名牌，这一下子都说得通了。OK。哦，造型，嗯。史诗，看都是史诗造型哎。森林之士安娜，科技再厉害，人终将难逃一死。喝饮料，这是 Bubble Tea 吗？好爽哦 ，Bubble Tea。这是谁？这是慈悲吗？你是哎、欸、是哎、欸、是慈悲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，慈悲慈悲。你是零件，而我是完整个体。好色、喔，看一下啊、喔，特写镜头，我才刚买一个哎、欸。好，这个没有很好，我觉得一代的比较好，好险我买。有了这些新东西，敌人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好、哦，这是免费的，好不好？免费的55等会解锁物质啊！如果你是花钱的话，应该是会拿这个吧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两个都拿哎、欸，会拿到吊饰武器吊饰，狐狸。然后这个是80等的原饰吧？我与龙魂合而为一。胜利之士，他为什么都会有一个这个啊 ？OK， 这个的传说造型还行，还行，可以，就一般般。我向来刀刃不离手。OK。吃饭，看不到吃饭啦、啊。哦、啊、，sushi， 嗯 ，sushi， 哎，邦加罗尔怎么又来了？Echo，OK，Echo。我喜欢霓虹灯哦！我终于听到了乐色色女王的声音嘞！哎呦，听起来就很疯，听起来很炸弹鼠。嗯，玩家头像，好，这个这只叫什么？卡西迪，哎，对，卡西迪，这个史诗 ，OK。在邪恶面前，好啊，小萝莉，我绝不屈服。赞！可以，胜利姿势，哎，还来 ，Bob， do something， 这个，一般般，一般般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某个背景吗？然后是最后一个的原式，好不好？原式有原式，你可以改哎、欸。哦，还有喷漆跟玩家头像，我记得这个可以改自定外观，你可以自定外观，然后改你的刀子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改你的刀子，然后纹身都可以改。然后面具，哦，
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帅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帅，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，不喜欢 动物或鬼的，比较有机械感的我比较喜欢。然后颜色，颜色不能自己调啦，还是有一些内定的颜色。可惜可惜，好，就差不多这样。然后这就是通行证，所有的通行证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画面，好不好？主画面当然要放什么？当然要放我们的恶鬼元氏啊！怎么可能不放恶鬼元氏呢？还行啦，还行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个鬼的样子啦。I don't know， 我还是比较喜欢白虎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商店，商店好不好？首先是通行证1000块，然后组合包又50，然后就是开始的套路。我看一下，开始要卖的哦。新手包156，有500斗争币，加上狮子一个拳王的造型。哦，对，拳王现在变坦克了，一个史诗造型拳王。这样要156的话，500斗争币差不多多少？500斗争币是156，所以等于你买500斗争币送你一个狮子，如果你要氪金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是组合包。物质的组合包有5个 skin， 好，一个是运动服，这个，然后大笑，不是 skin， 是所有的组合包，大笑，森林知识的伙伴，别低估年轻人的潜力，声音跟你的喷漆 ，Luffy， 这个也行，什么时候官方要出一个 Luffy 的 loop？然后乐圣镇女王一样一个造型，一个表情动作，磨刀 ，OK， 要砍肉了。然后胜利姿势一样在磨刀，继续磨啊，越来越大。我的刀跟你说 hello， hello， 蛮可爱的 ，OK。然后是索杰恩，就是索杰恩的造型，表情动作，好，森林知识，语音，我们要保护这世界，跟喷漆。可以，就是三只嘛，三只。然后接下来是每天更新的，好不好？恶鬼，就懂吗？得哦，恶鬼不是之前的吗？恶鬼是之前的，现在特价卖了1000。OK， 棉花糖，棉花糖，之前我想要买，在一代的时候想要买，现在要卖你500，好不好？500也就是刚刚看到的，要156台币。如果你在斗争一买的话，只要250块，还是750块？只要750块的斗争币就可以了。好，吸血蝙蝠也是一代的，也是一代，这都是一代的造型，一代的喷漆，应该是一代喷漆吧？我不确定，喷漆我没有看，玩家头像我也没有注意，但应该是一代的造型跟胜利之石确定是一代，因为这我有了嘛，南瓜之石。所以他每天的更新是，就是把一代的东西拿出来卖给新玩家。所以如果你有玩一代的话，很多东西你都有，你就不用再花这些钱了，好不好？赛季，赛季是什么？啊？赛季是这一季卖的东西吗？这个又是哦，这个是史诗的，刚刚看到的传说，现在是史诗的。OK， 垃圾镇女王，好吧，垃圾镇女王，这裤子加丝袜，哎呦，你们喜欢吗？还有特写镜头，还有特写镜头，锁间有吗？锁间也有，
不过这个应该是普通的，就是怎么讲，也不能讲普通，因为现在也抽不到了，就是里面可以买到的。看一下特写镜头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特写镜头。啊，这个应该对有看过预告片的应该都知道，这就是预告片的。然后它的史诗造型 ，OK。如果你只想买特写镜头的话，应该在英雄，好不好？哦，他英雄现在有分肉盾、攻击、辅助，而且他的头像都变得很好看，我自己觉得很好看啊。物质，好不好？物质的特写应该可以直接买，没错。你右上角应该是一代的钱啊，一代的钱会呈现白色的，那现在二代的钱会是金色的。那如果你想要买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一代的钱去买。你现在一代我有10000多块，那你就可以不用，你就不用去商店购买了。如果你想要这些东西的话，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，这个应该也可以哦。物质的造型有1900啊，你们1900你就可以买了，就不用花那个斗争二的币了，好不好？凤凰，哦。这是 Twitch Drop 的，欸 Twitch Drop 有 Twitch Drop 欸，记得挂一下 Twitch Drop 送你一个传说造型啊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物质的，物质的第一个造型，第二个是、哦、我们先从造型开始看好不好。这个 Twitch Drop Twitch Drop 好像是从几号开始，我看一下啊，从10月8号的凌晨5点到10月17号的下午3点哦，大概有多久？大概9天的时间，大概9天的时间。好吧，你可以去挂 Twitch 啊，时间到的话，挂完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造型，应该是只有这个造型。对，没错，只有这个造型。然后休闲凤凰，然后这是季。然后再应该是二批色，好吧？稀有都是二批色，这个正常，所有游戏都这样。好，表情，旋风，哎，哦，还会持续耶，大笑，哎呦，好嘲讽啊！放马过来，嗯，很日本，很日本。跪下，好 ，OK， 可以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是纪念品跟武器吊饰，武器吊饰就是会挂在你的武器上。对，废话。哦。OK， 这就是挂在武器上的武器吊饰。那纪念品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可以叫出来的，应该是……哎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胜利之士吗？我看一下胜利之士，也不是胜利之士，哎，可能是一个动作，有点像收藏品的感觉，但我觉得。叫出来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尴尬、欸，微尴尬，这个有点还好。如果不是放在胜利姿势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，好，再来是语音，别被抓到就好，堂堂正正对决。然后是喷漆，这都看过了。哦，然后只有两个 highlight， 只有两个 highlight， 不是基本的三个，少一个。然后是金色苦，哎，有差吗？哎，有差哎，连治疗的符都有差哎，治疗不会金色的，那铃铛嘞？铃铛有差，我以为只有苦有差哎，啊，铃铛有没有金色的？好，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，可以用斗争一的金币买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存的话，
好，这大概是斗争二的，应该是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东西啦。商店跟战斗通行证，然后还有一代的钱要可以花吗？还有点数，好不好？这大概是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东西。